你跟这个梁朝伟啊、刘德华都帮他们制作过哈、对对对，有没有一些他们小小的可以爆料的一些小趣闻？梁朝伟是他其实在私底下他比较、我觉得他是巨蟹座的哦，他巨蟹座、他就比较怎么讲，凡事就比较保守，比较内向，有时候很内向哦、如果说我们那个比如说电影，他剧本看他已经答应人家要演剧本看不好，第二天就跑去躲起来。哎，为什么、找不到他？寄居蟹、真的、哎呦，真的很巨蟹，跑去当寄居蟹去了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很害怕。如果说歌选不好的话，第二天就找不到他了，怎么办？那瓦宅呢？瓦宅呢？瓦宅啊，瓦宅就是一个工作狂。工作狂。对，就有一天就精神奕奕的跑过来，哦，朱老师。今天精神很好，怎么精神很好？今天睡了3个小时，他还可以活到现在。对，他跟你一样天秤座。哎呦，难怪哦，你都没有在睡觉。什么？我睡得可多了。你现在还在睡吗？啊，看得出来。难怪我没有他成功，我一天要睡9个小时。喂。